哥哥，你在看什么啊？我在看天空上面的云朵啊，有很可爱的像大象，还有很好吃的汉堡、薯条、爆米花，很多很多啦。哇，太阳哥哥，你很有想象力哦。不过我觉得今天的云朵更像一样东西。草莓姐姐，你说像什么东西啊？那就是，当然，棉花糖。棉花糖有哎，有像天空上面的云朵，一朵一朵的。那你知道今天的宝贝大明星，他们也是一群一群的棉花糖吗？大明星，一群棉花糖。嗯，我们赶快去看看就知道了。Go！ 哦，草莓姐姐，你刚刚说的那个棉花糖就是他们啦。没有错，就是我们看到这群可爱的棉花糖。你看粉红色的，还有蓝色的点缀，好可爱哦。这群可爱的小小棉花糖，他们是幼儿园的芭蕾舞班。看他们穿着一身舞衣，而且架势十足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那我们就要来问问他们了。请问你们学芭蕾舞，你学很久了吗？很久了。有人说没有，有人说很久。已经从中班开始学的举手。哦，很多哎。那有没有从小班就开始学了？有哎。有。那有人刚刚才开始学的吗？譬如说上礼拜或者上个月。你也有哎。但是我觉得大家看起来都表现得很好哎。真的耶。而且呢，听说他们非常厉害哦。他们等一下的表演里面会加上很厉害的动作，还有一些口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跳芭蕾舞的动作是什么？可以大家一起做一次吗？对，要很正确。好，你们喜欢上舞蹈课吗？喜欢。喜欢。那你们今天要带来的表演是？有哪些动作可以方便让我们看一下吗？可以。有没有人可以示范？举手，举手。哦，好，你唯二的男生。好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做动作，一起数，一。什么名字？对，还是你帮他想一个名字。金鸡独立。这是什么？稻草人。稻草人。稻草人是稻草人吗？哦，稻草人。哦，同学有帮他解释了。对对对对，好啊好。那你刚刚你想说什么？小天鹅，他说还有小天鹅，那有人可以示范小天鹅吗？我想要示范。那你可以做小天鹅吗？那还有嘞，那你帮我做小天鹅好了。好吧，是你们两个在前面。一二三，小天鹅。好软哦。太阳哥哥你会吗？我试试看。哥哥这样有吗？有。你只是比较大只而已。对，我是大只的天鹅。哇，我们帮三只天鹅拍拍手。我觉得我们表现得很好。我有听到他们都有说他们会劈腿。劈腿很难呢，你有办法帮我们示范劈腿吗？请到前面劈腿。你先暖身一下哦。好，预备备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
请问一下，你完成了吗？他的前脚是直的，可以吗？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。好，我们把他拍走。你做一次我看一下，你做一次我看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拍手。你练很久吗？他从小班就开始。你从小班就开始练哦。你很喜欢跳舞吗？我喜欢跳舞。一直有人在帮他说话，全都帮他回答。陈佑，你是不是一直在摆 pose？ 对，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孤单？会吗？不会啊，很累。今天我们的宝贝大明星陈冠。